加嘞，加者。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咱这期的同心吼，我伫楼下的时阵有甲各位讲几句话，我有发现讲，咱即马来伫受训的这同心吼，水准拢真正袂歹，因为这部吼伫咱的网站吼，我有先去读。啊嘛真欢喜吼，咱伫遮咧受训啊，其实毋是干呐，咱在座咧受训尔啦。中国遐共产党遐党员吼，嘛有几啊千个咧受训，伊嘛咧看现场，美国嘛咧看现场，日本嘛咧看现场。我要上课以前，我定拢问先出一个问题，甲你问啦。哦，啊，这个问题吼。你要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回答，我先拜托大家目睭先站起来，莫偷看啦。问题就是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敢讲这句话对的人，你举手。我目睭白，白金。我说你都看过网站了，一个人都不会去我骗去，因为我说的要跟你说，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你就知道一定不对嘛。我住在国宾饭店，而且国宾饭店是我的，哪有那个事情，是怎样？因为我住在国宾饭店，但是我没有国宾饭店这间饭店的所有权证嘛。啊！你伫住伫台湾，你有台湾的所有权证无？所有权有无？没有嘞。所以你定定看到咱台湾有真侪政治人物，包括马英九，包括这个独派，包括民进党，拢甲你定定甲你讲，咱都爱台湾呐，因为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呐。No。你有着惊无？你会着惊对吧？啊，台湾到底是什么人的？九原十四号，九原就是日本东京都的市长啊。十四号伫美国的国家智库内底演讲，伊讲啊，伊讲因为中国对钓鱼台、神卡库。不断的骚扰，所以伊感觉讲哦，干脆甲迄个钓鱼台、迄个土地、迄个业主啊，甲讲啊，你袂服我东京都啦。会记起哦，全世界无人讲家己伫买家己个国土个呢。啊，伊要买东京都个意思是要创啥？日本的报纸写讲哦，哪有人讲你买家己个国土？啊，都予迄个个人拥有就好啊，那一定爱东京都买。九原是右派，啊，内心研究讲，九原讲这句话的背后到底是啥物物件？九原是一个反美呢，伊反对美国的呢，一定咧，你甲美国唱衰呢。伊真反对美国，想哪反对美国？伊讲你美国，你伫我日本甲设定这个。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尤其第九条啊，和日本天皇哦，甲日本政府的关系切断去啊，所以伊非常不满，一定咧叫讲哦，要修宪，第九条要取消啊。所以这方面的文章，咱伫咱的官网顶面我冇写。我讲你就是日本去修宪第九条，你甲改变，和你日本照常会当去。参战，甚至这个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的关系给连起来，改变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啊，坦白讲啊，对日本的帮忙不大啦。安怎讲？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该控制掉的，
控制什么东西，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东民国尤其是美国，他感觉讲哦，你日本会发生战争，主要就是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伊无法度控制日本政府嘛。啊，所以第一条的美就是讲，日本天皇为新的宪法开始，日本政府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的政府，两个关系啊，甲切断。所以日本天皇袂当直接来指挥日本政府做什么代志。哦，这个，所以即卖日本开始，真侪人伫反对这个宪法，尤其是赵元公这话以后啊，日本啊，敢那秘书敢那雄雄之间啊，之间啊，挖起来，因开始家己感觉讲，安奈安奈。因为日本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迄拢判大赢，因开始反对战争，无爱战争，绝对无爱战争就对啊。啊，无爱战争，变作中国人安怎讲，韩国人安怎讲，因拢好啦，好啦，好啦，卖战争就好啦。啊，若卖战争，到落尾安那会亡国，无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咱今日要来研究讲，咱台湾甲日本到底什么关系？咱在座各位，你捌看过1895年4月17号，清朝含大日本帝国所签的《马关条约》无？你捌看过原文的？你举手。《马关条约》，你捌？但是你的头壳内底，是不是有学到一句话讲？马关条约，清朝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对不对？对不对？对的，你举手。各位，灵魂啊，你唔对啦，严重伫遮啦。国民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就是总归中国。把他的人民把我们台湾人教育的是错误的，错误在哪里？这就是重点了。你看那个马关条约给出来，马关条约的前言，就是这个条约要写写什么东西，在前言里面写写这个条约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签的这是日本啊，大日本帝国，对，就是，大日本国的皇帝陛下，甲大大清国皇帝陛下，两国含伊的臣民啊，和平的，要希望恢复到和平哦，啊，所以因两国来签一个合约。啊，那伊汉文的呢，更加清楚。大清帝国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当然他来自下大皇帝两个签的合约，将台湾跟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完全割让给日本天皇，听好清楚啊，割让给日本天皇。我问你，台湾甲澎湖本来是清朝的，变作上的，讲日本的灵魂啊！你客用吼，你甲我两个签契约，我讲我这只计程车卖乎你，啊，这只计程车要过户是过户你的名，还是什么人？你会讲我过户阮范后生会使无？会使无？当然袂使哩嘛，一定是你的名嘛。所以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所以我请问你，台湾甲澎湖
什么人的？天龙啦、啊。但是你他的教育，你的教科书顶甲你讲，割让给日本，有啊？你是不是读这個？我嘛同款啦。日本天龙甲日本有同款同款无？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伫这点啊，伫历史内底，你的头壳内底去用洗去啊，唔是日本政府啦，是乎天皇啦。日本这个国家是二元的国家，二元是啥物？两个头啦，一个是日本天皇，一个是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拥有四块大地土地，是包含啥？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甲九州。日本天皇将伊家己遮的土地管理权来交予首相，啊，首相是代表日本的政府，予伊有管辖权。过来，台湾甲澎湖，大清帝国会当将台湾甲澎湖来挂予日本天皇。这个内底甲国际法有关的，什么关系？国际法有规定，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自己的、家己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哎，啊，有你有没有例子？有例子，不是一个例子，很多例子。在1898年。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战输，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割让给美国，因为这四个所在拢是殖民地，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敢袂当将伊西班牙的土地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来割给美国 ？No， 不行。所以。大清帝国会当将伊的殖民地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是因为台湾澎湖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但是迄当阵还阁毋是殖民地，叫做拓殖地。拓殖地是安尼，你甲看即、這个拓殖地内底，台湾的地图你甲看麦。台湾的地图，在迄个时阵，敢那一个蚕呐、蚬呐，有看无？正平的土地安怎？空白啊！哎，空白是啥物意思？原住民的。大清帝国在迄个时阵，敢那有六地，全台湾有六个屯垦区，所以伊将这个殖民、这个拓殖地啊，会当来割让。但是原住民不能割让，他也想要把他割让去，所以原住民很可怜的，他常常觉得说、啊、我在打猎的地方有一个异族来跟我说不能打猎，一定跟你反抗啊，所以原住民的反抗日本的原因在这里，你侵入他的土地嘛，所以你有去看那个塞德克巴莱，你有看吗？哦，足紧的呢，都飞出来就头都落去呢。日本的警察吼，有一个迄个伊的已经就做过日本警察，写一本册，我有甲读啊。伊讲是战卫兵吼，起来放尿，干嘛呢？阿妈棍吼凉凉，就是原住民吼神出鬼没。啊，原住民呢，落尾啊，伫迄个日本时代，迄、那个高沙族啊，确实，互美国人惊着，足够战争的啦。敢若迄塞德克巴莱，伊有咧讲啊，迄日本兵啊讲，啊，今日就看到迄个囡仔，啊，明仔又看到迄个囡仔，敢若是即、這个山地啊，敢若是平地安尼走来走去，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啊，是足了不起的。真可惜，国民党一直给他消灭。为现主席120万，建到今日的原住民村偌济？51万啦！
虽然台湾民政府一定执政，啊，那执政的时候，那么有政策，那么跟原住民讲，原住民跟原住民，那生一个囡仔，咱给一百万，尽量生啊，生到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哦，都爱跟咱本土台湾人爱同款，啊，那无伊会晓消袂起。哎，讲到等下，咱头头讲这个代志，《马关条约》，大清帝国将台湾配偶永远完全的让给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找这个土地，伊敢是不是交予日本的首相 ？No， 因为日本人伫迄个时阵，这四块大块土地。日本人对日本天皇是完全的效忠，因为他们有三千几年的历史了。你台湾人刚刚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日本天皇要开始来管台湾的土地的时候，要任命总督 High Commission。 总督跟首相有同样吗？没同样、总督要受首相的管理吗？不用，直接属下日本天皇直接给管，所以总督跟首相是不一样的哦。首相不能来管总督哦。所以第一名总督是什么人？华山之计。华山之计在1895年，伊是4月17号签约，5月8号生效，6月2号办移交了。这真重要呢，在家人的外海横滨湾地关办移交，日本是派华山之计第一任的总督，中国派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叫李经芳。办移交的时候三天，是怎要三天、一个台湾要移交三天，因为除了说台湾以外，还有台湾周边的群岛、周边的岛，跟澎湖啦。周边的群岛是包含什么东西？钓鱼台，36个岛啦，你就要一个一个岛来算呢。你挂给人，你敢同款吗？你去买厝的时阵，爱办移交啊，爱办交割啊。你买厝的时阵，是不是内底家私有嫁给你呢？那座碰椅是不是变成你的呢？要说得清楚啊，点高啊。所以6月17号，日本在台湾这块土地施政，它叫做开始实施政治啊，开始实施管理。6月17号，这就是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开始 实施管理的时候，日本人有给台湾人叫国际法两年的思考期。什么叫思考期？你现在雄雄这块土地不是清朝你管，是日本人在管的时候，日本人说这样，你住在这块土地顶管的人，你自己去思考，你是不是要让日本管？你如果不让我管，你两年的里面你可以财产卖给你回去中国，如果老了你就要变成我日本自己管。但是那个时候甚至变成日本人 ？No， 阿伯哦，你是殖民地呢，你不要搞错了。殖民地，所以这个两年的思考期，台湾有1000几个人财产卖卖，转去中国，但是我甲讲，无甲半年了，1/5的人佫飞倒转来了，因为安那中国无大生活嘛。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台湾人受日本的统治，日本这个统治一直到1937年开始，日本人感觉说你这个台湾人不错，也头脑也很好，也很勤劳很勤俭，他开始思考说要让我们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在这个地方我又说一个事情给你听，北海道原来是谁的土地？是不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No，
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呢，伊是爱奴族，日本的少数民族叫做爱奴族，爱奴族的土地是殖民地，日本天皇按照国际法，先给他皇民化。皇民化，什么叫皇民化？让那些爱奴族的可以说日本话，跟日本人的生活的方式、生活习惯都一样。然后日本天皇宣布明治宪法实施，这样北海道才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种叫满国公法做的。所以日本人在1937年开始皇民化，让我们台湾人皇民化。这个皇民化就是让台湾人开始也要说日本话，但是他没有跟你强迫说你就要改日本名呢。但是有的人是真多人都有改，坦白说我的老爸阿公阿嬷有改，所以叫做武林啦，我叫做武林啦，他可以买啊死。我本来是林，迄塔克迄个字啊，是有迄个德嘛，是念做塔克，塔克拜阿西。啊，那林呢，可拜阿西。所以伫迄个时阵，那差不多有受教育较悬呢，有真侪人来改名。所以伫迄个时阵啊，我有改名。迄当阵台湾差不多有12%的人有改名，但是后尾啊，日本讲无改名嘛，无要紧，你照你原来的姓。先过卡库，真侪人无改嘛，叫做卡库。姓黄靠上无改，所以伫1937年皇民化以后，伫1945年4月7日，迄一天拄拄啊好是明军去拍奥克纳瓦琉球啊。伫同款迄一天，日本天皇实施宪法伫台湾。让台湾人可以参政权跟参战权，这个日本的天皇诏书的这个宪法、代表什么意思？是照万国公法，让台湾这个土地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台湾人变成日本人。所以台湾人因为变作日本人，所以去南洋战争的那些人可以死以后可以加入在靖国神社供奉，在那里享受他们的香火，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要看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有39,100名的台湾人的英魂放在那里，很多人都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些英魂没人去拜，没台湾人去拜，都是日本人去拜，一直到去年的12月21日，我们台湾民政府有150人头一拜代表台湾人去把靖国神社给参拜，这个事情日本人都怕到，包括美国人都怕到，美国国安局、美国国防部专程给我们录影。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你们去每天在做什么，他们都知道，都清清楚楚。我们去靖国神社的时候，日本派两架警察将那个道路封起来，别人不要让他进去。我们在拜的时候，是有历史以来台湾人在靖国神社的内殿，靖国神社很大，有外殿有内殿，我们都进去到内殿，内殿就是日本天皇在拜的地方。咱原住民的朋友有9个人，都穿原住民的制服，入去内底跳跳舞。所以今年12月20日，同款，咱这边要组织200个人，因为咱去年算头一摆去吼。日本人雄雄驚到啊，300个人甲咱迎接。即摆伊甲我讲，若200个来，我要出动2000个。若出动2000个啊，日本会变鬼啊！
美国伊嘛知影讲咱今年要派200个，所以美国开始做预备呢。预备什么物件？因为日本的战书以后啊，遐政治人物拢唔敢讲到台湾，伊拢唔敢讲哦，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美国的国防部12号，这个月12号叫九原，因为九原是足有名。虽然伊是右派，虽然伊是反对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讲来来来来，九原你来。13号甲伊开一个秘密会议。报纸是无写，但是咱的文章我有写。九原伊讲啥？伊讲两个代志。除了讲伊要去买东京都要去买钓鱼台、神卡区以外，还佫一句话足要紧哦。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日本已经知影，以前伊唔知影，以前伊拢叫是啥？台湾是中国的，战后啊，台湾已经向我这个中国去啊。美国即马才甲伊讲啊，没有啦，你当时行，你嘛甲我看卖啊咧，就今天和平天对一条线行伊，无行呢。啥奈无行？你袂记得我甲你讲的一句话？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分割啦，袂当挂啦，战书嘛袂当挂。国际法如讲啊，占领不移转主权，这样你也袂当移转主权。啊，袂当移转主权就是啥？土地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分割啦。今日战书无管安怎，伊要挂啥物人拢无可能啦。所以在1950年要签约的以前，联合国就已经给你决定了啦，台湾不能建国，同时台湾要自治，要自治，自治他就要听听咧，就日本天皇的土地，不能挂出来，还要要求自治，为什么不能建国？我跟你说，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啊！你若真正要建国啊，日本的宪法要改变呐、啊。安怎改变？要写啥？要有一个啥分离条款。若无分离条款，台湾就不可能建国。刚才讲主题呢？日本天皇的诏书在1945年4月7日，在台湾实施以后啊。3-4个月以前，日本的外务省派两个人来跟咱讲，我好看，我摕诏书好看，我这个诏书有效无？你看看，用有效，我到今日有效啊无？到今日有效，诏书有效，台湾这个土地还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但是。除了到这个诏书以外，日本那当中的贵族院啊，众议院还有通过一个法律34号跟法律133号。法律34号就是台湾可以派3名的参议院的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同时133号的法律可以规定说台湾可以派5名的众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有无？有，5个，包括林献堂，定5个人。这5个人去参加日本的国会，后尾日本战败，当然这5个的名额无去啊嘛。啊，这个法律还佫有哦，还佫有伫咧呢。伫日本还无佮废除呢，只是没有实施念念呢。爱当派这5个标示什么意思？迄、那个诏书有效无？有效啊！啊，若无效，那当派5个，有生效，有效啊，还是有效的。所以到今日为止，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的主权、的主粮是什么人？日本天皇。你有惊到无？你有惊到无？你若无惊到嘛，真奇怪。含日本政府都惊到，我阁无惊到。上甲我讲的，你知不知？美国啦，
2010年的九月七八，美国因为七月七是帮忙咱台湾民政府去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即卖还搁伫咧。9月8号，甲咱举办酒会，哦，足澎湃呢，180个人来出席，美国人100个，台湾人为咱遮飞过，啊，搁美国的80个，啊，加加的，超180个。180个聚会的时阵啊，5个单位来参加呢，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CIA、国家安全会议。酒会以后，迄、那个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将咱台湾人集合，甲咱讲一句话：恭喜恁本土台湾人，为今日开始，阮美国已经替你本土台湾人、台湾民众开一条路，互恁去行，恁照这条路直直甲行去就对啊。这拢熟悉咯，开会咱有哦。迄、那个主持人查某水水的黑人，你有看无？迄是 CNN 的主持人呢，主播呢？你想 CNN 的主播要来甲你主持？迄那后边无有无人去甲拜托？你看伊会来无？无可能的。所以，但是今日台湾还佫足济推阿面呢。你听无啊？甚至有一个真推的叫做姚嘉文啊。伊讲哪有台湾民政府？哪有我们美国哪里有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有没有？你若讲有，你敢有看姚嘉文还要聪明？你甲我讲有在哪里？啊？我听我讲的，听我讲的无准算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啦，第四条啦，写啥？日本的人民和日本的财产，拢爱听美国军事政府的分配甲支配啦，清清楚楚啊！就今天和平条约写甲足清楚的啦，美国军事政府啦，啊，日本人民国语，咱是啥物人？咱是日本人民呢。我们是日本人民呢，今天你就是火气啊！因为四中国来跟你讲哦，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你火气啊！啊，你的祖先能为中国算了，所以你变成你是中国人，你火气啊！那不是中国人呢？老早中国已经将台湾平和挂给日本了呢。啊！日本照国际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做呢。啊，有人讲啊，嗯，安尼唔对，我们是殖民地啊。是啊，那战争以后本来开罗宣言有你讲啊，台湾啊，那个美国讲啊，台湾啊建立啊，那个哎，伊那建立啊以后啊，台湾要来交予你中华民国。开罗宣言有讲这句话有无？有啊。啊，那无实行。为什么？哦，有人讲有一寡无读册，国际外讲啊没有签字啦，所以迄无遵守啦。我跟你讲，美国西方国家，我唔免签字，握手遵守，握手啊遵守啊，无你去问美国的律师看卖啊，看我讲的有影没有？所以虽然伊无签字，啊是安那开罗宣言无要执行。两个原因啦，第一，开罗宣言是啥物人签的？美国、英国、甲中国，中国代表啥物人？蒋介石。蒋介石伫签的时阵，明明白白来讲讲，伊讲我若，你若讲将台湾来交予我，啊，我中国甲你保证，我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讲伊袂侵略其他的国家啦。啊，中国有没有违反规定？有吗？什么时候？哎，所以100分。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
六月二十七号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去巡防，刷下去中国目睭起落，周恩来派吴修权带领九个人代表团联合国甲控告，讲美国侵略台湾，啊，美国嘛甲告，伊讲中国侵略南迄、那个韩迄、那个朝鲜呐、啊，韩国，这个案全提起联合国大会去表决。十二月二十三号，中国侵略朝鲜的案通过，但是中国提出来讲，就是毛泽东迄周恩来迄边提出来讲，美国侵略中国的土地台湾啊，无过，因为联合国甲讲，来，你提出证据讲台湾是你中国的，你提不出来啊，老早就挂好人啊。恁阿公还是恁老爸，将恁家的厝甲卖予人，轮到你的时候，你会当去共讲，阮老爸、阮阿公讲的无准算，敢袂使？当然袂使啊！国际法嘛是共款啊，当然不可以啊。所以中国已经违反规定了，所以美国、联合国就不采用开罗宣言。所以十二一九五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了，是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八号签字。杜勒斯无将这个条件放在内底，因为佫卡着讲，日本的首相甲杜勒斯讲，你不要忘记，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日本天皇诏书已经在台湾实施，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有人敢讲啊，韩国咧，一九四一年的迄个诏书内底，除了落朝鲜，冇讲韩国诶。韩国，伊嘛是殖民地啊。韩国是是殖民地，是殖民地。但是你会记得哦，一九零五年，日本天皇甲朝鲜的皇帝签一个并合条款，朝鲜的皇帝放弃管辖权，仍然握有主权，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开始嘛是同款，会当派总督去韩朝鲜甲管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条 A， 就这项和平条约二条 A。日本放弃朝鲜的管辖权，安尼韩国就会当宣布伊独立吧，因为伊的主权还佫伫咧嘛。啊，日本一个放弃，伊就摕着嘛。但是二条 B 内底，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你要看第二条，这足奇怪呢。伊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你甲看第二条，迄用原文方法 ，Japan，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我问你咧，有权利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义务啊。伊无放弃义务呢？义务是天赋不可放弃的义务呢。伊的土地啊 ，Japan renounces。All right， 诶 ，all 咧后边迄个 right， 教导你来讲，你读英文知影 ，all 咧后边啥，啊加 s 啊，安内无加 ，all right，title 就是名义啊 ，and claim 主张，拢无加呢，欠敢那欠一个啥物物件呢？你有注意无？我甲你讲，啊你安尼看，你不一定办呢，你甲看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号。有一个意大利条约，意大利也有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啊，你知道吗？它的23条，意大利 renounces， 意大利放弃
All right， 你看啊、哦，1947年2月10号 ，All right， 你看啊、哦、，All right and title， 蛮不开心呢 ，To 索马利亚，各位，欠一个物件，甲日本放弃台湾的物件，伊兼放弃一个物件呢，迄、那个物件啥 ，Cream 主张，这个 Cream 是啥物物件？那无这个 claim 嘛，就是殖民地啦。有这个 claim 嘛，就是伊的国土啦。所以意大利放弃的物件，甲日本放弃的物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殖民地放弃，啊，一个是国土啦。啊，国土未当割让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不可以割让啊。这样你清楚啊。所以你讲有侵哦，真侵啦。啊，咱台湾遐国际法拢读假的，答案啦！我甲问所谓读法律的讲，你看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原文吗？没有，《旧金山和平条约》原文甲台湾有关的，啊，你无去读，啊，不你读啥？读汉文的啊！伊中国人啊，要甲你安怎讲，你就安怎相信啊！所以咱这才辛苦，都安尼上课。啊、我若相信你若上过这个课以后，你就袂去用骗你啊！但是你卖甲我问呢？啊，是不政府放弃，啊，乃无讲就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唔免负责任吗？战争是日本的政府东条英机发动的啊，所以日本天皇伫马关条约拥有台湾。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天皇没有放弃。啊，这个土地还够像的，天皇呀，安尼，敢有疑问？什么人嘛无法度和咱变？足清楚呀。包括日本人，你唔能感觉讲家己迄落，日本人嘛唔知啊。日本人嘛，甲最近召唤去哦，日美国甲伊叫去，甲公共的伊也召唤哦，哈，我讲。召唤出来讲，伊要去买迄个钓鱼台以后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中华民国嘛抗议有啊。但是我跟你讲，伊这个抗议未久，是安怎？是啊，不是很爽。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即马发落去吼，伊无发未煞你啦，伊发落去吼，一点伊啥那点伊，国发落去吼，啊台湾走去啊，国发落去台湾会走去哦，安怎讲？钓鱼台确确实实是属台湾的，但是台湾是属谁的？日本的啊！国划入去，台湾全给日本收去哩。伊才要划，我甲你保证，伊拢袂讲。去年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请我去外交部吃两遍饭呢。伊讲林先生吼，你有研究战争法，我甲你请教啊，这钓鱼台到底谁的？理由是啥？我讲钓鱼台，我讲你也听清楚，你嘛听一半呢。钓鱼台是台湾的，啊，但是这属台湾的，是根据什么物件讲台湾的？根据啥？马关条约嘛，马关条约的第二条嘛，台湾和台湾周边群岛。钓鱼台就是台湾周边36个群岛里面的其中之一啦。啊，所以日本嘛推阿民，日本无代无志去甲中国讲。1895年的1月，日本宣布讲钓鱼台是没有人的，所以按照国际法讲无人岛，啊伊改 claim 甲主张，啊就变做伊的。但是伊会清朝马上反对。伊讲迄古早，阮中国人就发现的啦，所以你讲迄无准算啦，啊饭桶啊，赶快迄年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你都签好伫遮嘛，你已经放弃给日本天皇啊嘛，伊也讲这条才对啦，所以伊讲头一条，当然中国会甲火嘛，二无准算，啊若讲马关条约，中国人就退。拆起来，条约在这里，所以中国人、中华民国
不爱和咱读马关条约，不爱和咱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啊，你今晚会甲我讲啊？等一下，旧金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这个日本嘛是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强要拗对不对？嘿，我阁有讲予你听。日本投降1945年的9月7日的时阵啊，日本的外交部部长叫做丛光葵，在密苏里舰顶馆伫签迄个代表签迄个投降书的时阵啊，足清楚，迄个投降书内底伊有讲，丛光葵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在代表谁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政府，分开的。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分开的啦，所以马关条约挂予日本天皇，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管理权，这个土地还够像的，100%，不是99%，100%，今日还够是日本天皇的。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将日本天皇嘴给踢起来。所以日本天皇嘴叫踢起来，咱台湾民政府头脑咋真好？你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对不对？你可以挥挥手吧，你可以点头吧。所以咱去年2月20号，不是12月20号去日本的时阵，咱伫18号，都叫咱的底下的人将咱迄本日本天皇迄本。建国神社的物件，先送去予皇宫，予日本天皇看。所以，第23迄日，刚咱要日本天皇要甲接受的时阵呐，有两个检查哨，第一个检查哨讲：“哦，除了日本国旗以外，什么旗拢袂当打。”但是第二个检查哨，日本的宫内厅，就是皇宫内底敲电话甲伊讲：“台湾民政的旗啊，会使打。”历史上头一摆，头一次，在伊接受的现场20000人内底，予咱台湾民政委徛伫正中，离开日本天皇30米尔尔，两个旗啊，日本的旗啊，甲台湾民政委旗啊，同时伫遐咧挥，我有拜托咱的同心，这个相片爱甲翕起来，因为日本天皇有挥挥手。伊讲，你们要自治可以，可以，可以。我甲美国讲就是安尼讲啊，啊，美国嘛，他就替帮呢。我有照片为证啊，又跟他挥手啊，啊，又点头啊，很好，很好，很好。台湾人可以自治。我甲你讲。国鬼要演变哦，过来愈来愈趣味呢。即摆唔到日本的宪法去予改去啊！日本天皇的诏书，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实施。日本天皇还袂放弃台湾哦，所以台湾现准时还阁有日本的宪法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输。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咱台湾若要制定宪法，咱来制定啥？叫做基本法，因为我们已经有宪法，日本宪法制造基本法。这款的基本法跟什么款差不多同款，你知道？香港，香港本来是挂予这个英国有无？落尾啊，香港予这个英国予这个香港，这真的是主地啊。有一个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什么人定的？是中国政府派30个，香港政府派20个，50个人所定的，叫做香港基本法。各位，咱家学起来就好了。台湾已经有昭和日本的这个明治的宪法，但是来修改一个台湾的基本法。日本政府给你派30个，台湾派20个还是30个都没关系，台湾的基本法就出来了。啊，台湾的基本法出来以后啊，所以美国哦，他也知道，咱已经知道，
这个基本法定在到底，日本天皇现在虽然不能管到日本政府，但是日本天皇可以透过台湾来管日本。所以在 日本时代，那么第五代第六代的时候，日本有一个提议，在大政十年左右啊，那时候有在日本政府有一个提议说，要要求日本的皇宫送来台湾，因为日本的天灾太多了。我跟你说，日本天皇的皇宫如果送来台湾，现在日本人要来拜我们了。我不是说笑哦，我一点都没有在讲笑话哦。因为咱这个台湾的基本法定下去，现在台办的市长啊，伊嘛小可知影。我甲你讲哦，日本人真济拢派来咱伫遮咧上课呢，派日本人来上课呢。伊嘛知影，伊嘛讲吼，啊修改宪法，啊将这个天皇啊尊为日本的最大的领袖。我讲拜托你莫甲阮抢啊！日本天皇有真大个机会，咱甲讲啊！啊，日本天皇哦，你都爱来台湾住啦！日本的地动，日本的芝麻米，迄、那个海啸啊，来台湾住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将你甲日本的政府的关系切掉啊嘛，我台湾无嘛。你的招数还在台湾，还有效的嘛？你说好不好？拍一下破坏，会得欢喜甘愿拍呢？你不能，我跟你叫你拍，你就拍呢？你有欢喜不？我会行，咱头脑拢真好。所以今年啊，十二月二十，咱要去日本，我希望各位在座的你若有能力，你来参加。去年是台湾去日本哦，是110万呐。啊，今年哦是，哎，去年剩40万，因为地动嘛吼。啊，要是我今年啊，迄个饭店遐拢计上拢起起来。但是虽然伊讲要加5-6千，我讲袂使，因为去年是收35000嘛，住5天4夜嘛，住6星级的饭店呢。车拢是上新的游览巴士呢，一只车坐30个人呢。咱今年哦，要去200个。啊，在座的你若有能力的，你爱去，但是歹势哦，你爱做西装。哦，西装哦，就是咱这个移花东洲，迄是毋是咱的西装？毋是嘛吼？咱的西装要有啥物人有穿？啊，乌色的啦。啊，咱的高雄的副州长啊，有穿啦，乌色的，一领衫、两领裤吼，5000块尔。啊，查某是一领衫、一领裙、搁一领裤，5000尔。咱吼，咱去的时阵吼，拢守规矩，大家拢戴帽啊，啊牙机啊，啊咱住拢是6星级的饭店，啊游览巴士拢是上新的。日本人驚咱驚死的，夭壽喔，這陣是什麼款的啊？就是因為這樣，今日日本天皇把中華民國的代表啊，給他洗下，怎發生的？啊，我說日本天皇啊，你也是夠頹的，那是代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呢，那不是台灣政府的人呢，其實咱台灣人咱有派人的代表，长嘛有去啊？咱长有去呢？咱这边去，主要是跟日本的参议院、众议院，甲一挂政府的官员，甲因联合。咱伫顶个月甲顶顶个月，咱就叫差不多20个日本的政治的人物来咱台湾开会，就是楼卡。咱3天同款，3天2晚，咱家交代，交代呢？咱交代日本人呢？做足清的呢？
但无钱嘛，甲交代呢？咱民政府有敢有甲恁无款有无？民政府向外口人无款无？无呢？恁加入台湾民政府交钱无？无呢？恁的钱为着来啊？就是国民党、民进党、台独的，一直袂当了解，用公费派因来甲咱上课呢？咱已经二十八期了，1800的人受过训了，奇怪呢，台湾民政府这做一这么多钱，咱告美国，美国律师很贵的，一点钱500块呢，他看一个文件要500呢，美金呢，咱也有替阿扁告啊，你会记不？那么都开钱呢，酒会开钱呢，办公室开钱呢，恁有看后壁，咱有6架战车，你有看无？迄开钱呢？奇怪呢，这民政的钱为着来，办公室还搁伫咧呢，伫华盛顿 DC 啊。咱无甲你无管过，没有。有奇怪无？我无爱甲你讲。问题是。你台湾，你若有心，美国会甲你放倒三工。你若无心，还阁叫是讲你是中国人，啊，美国讲啊，甲你帮忙要死哦。民进党讲未来一中，美国惊甲屁屁喘，夭寿啊！你这甲古巴共款，古巴美国甲伊帮忙，1898年、1899年。1902年三年，伊就独立啊！独立以后，马上卡斯楚政变，变作共产国家。所以美国有甲交代：，Roger， 你袂当出国，你爱去换国安，你爱保证台湾绝对袂当变作共产的国家。你讲好么？拍鼓啊，好，干那好。咱袂当变作共产国家啦。台湾爱建国变，后摆再来讲。你建国要死哦！你若建国，查甫爱做兵，爱买军火，爱缴税金，你爱建国。咱即马现主席顶个有三个女朋友呢。第一个是啥？美国，美国占领嘛，拜托你继续占领，全世界无人遮戆个，啊嘛遮欢喜，讲好棒哦，来甲占领。伊甲占领，伊就爱派卫兵来顾台湾呐。啊！日本是咱的祖国，你是我的祖国，你莫甲我帮忙啊！啊，中国朋友就好。中国共产党捌杀台湾人无？无啊！杀台湾人是啥？中国国民党。但是中国国民党甲恁教育啥？万恶的共匪，万恶的共产党。咱的头壳拢歹去啊嘛！中国共产党有杀你吗？我虽然讲这句话，我唔是讲叫大家人爱去变作中国共产党嘞，唔是呢。我是讲历史啊。今日中华民国，因这国民党的人，敌我中国，但是伊教育咱台湾人敌视中国，啊，伊家己去好，啊好的时阵后壁佫坐转来，将咱台湾人佫出卖。台湾人可怜的，所以台湾人的逻辑观念要很清楚啦。中国人是在利用咱台湾人，第一给你骗，恁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看到鬼嘞，我绝对不是中国人。所以你敢看，今日咱台湾人。要用我们的智慧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叫什么？叫法律来。你如果台湾人如果不要用法律来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会死去的。所以是怎样？12月31日的时候，我们的忘年会
美国跟我说，你先要宣布马英九今年会赢蔡英文80万票，夭壽哦！开票的结果是怎样？刚刚远远80万，不是我今天你说的，你去调大出来看看，你调那个袋子出来看一看。1月16日那期我有说，我说中华民国绝对他的护照不能免签证入美国。3月22日美国宣布中华民国护照不能入免签证入美国，有吗？我哪知美国国安局美国的司法部跟我说，他们两个单位不爱签字啊，什么人才可以免签证？台湾啊，所以美国叫我们制定公民权利法案，开放我们的身份证给我们的哦，咱来申请。咱的身份证后壁有迄个晶片有无？唔免用护照，直接用晶片要入美国啦。因为波多黎各嘛安尼啦。护照，咱甲美国讲，你琉球当时你占领琉球，琉球是日本的土地，我台湾嘛是日本的土地。啊，琉球的人，你美国占领的时候，你让琉球的人用美国军事政府的旅行证件。去全世界旅行，我台湾人拿中华民国，我台湾较细汉，咱搁要过啊，咱足爱过的，因为咱的武器，我无刀无枪啊，但是我有头脑啊，所以我用过的，所以咱台湾民众的三项主张嘛，咱的主张是啥？你看，美国的军政府有无？琉球列岛啦，美国就是美国啦，美国民政府就是琉球的民政府啦。哇，旅行证件，台湾人足推的。啊，提中啊，我是安怎？我乃无去美国，我是安怎会无去日本？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但是咱全体我一人代表就好啊。我代表无要出去。你甲美国讲，我代表所有的人，无爱摕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无要摕伊的护照，所以我袂当去美国。啊，即马美国惊着咧，伊今马美国讲，啊，恁台湾民政府嘛派代表来甲阮讲，我没有护照啊。虽然咱顶回有报人的名单给伊，伊讲啊 ，Roger 你无来无准算，我无你来搞，你往咧想办法啦。对，要讲用直升机来甲载，我讲稍等下，那有站？啊，那载甲等咧太平洋咧，我无遐戆呐。啊，要美国就好，歹势哦。你写一个保证书，当时我嘛要带一群人做伊去，但我一个啊，说伫我边啊吼，拢危险呐。我讲这拢熟悉了，后礼拜恁回来看卖啊，后壁直升机的迄个停机坪就做好啊。美国讲，我阁甲你做一个简易的塔台。台湾民政府即马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所有的所在，都咧乱乱说、乱乱说，拢无代志呢。当然。台湾民政府是要向 USMG 美国军事政府提证款，咱甲中华民国是没有关系的啦，所以咱甲中华民国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啦。那有清楚无？但是你卖讲因为不发生任何冲突，啊，你主动去讲挑衅呢？咱前两天啊，去拿靠四架战车出去洗。咱两个少年也去共挑衅，人迄警察全副武装徛伫遐，你徛卫兵，啊！就迄传单就摕去共分互人。我要死啊！我讲哦，去共挑衅啊！啊，你们是流亡政府的啦，你赶快加入台湾民政府啦！拜托，伊有
虽然啊，伊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警察啊，啊又啊，佫拄啊拄着蔡家外的警察，拄啊只伫执勤尔，伊全力甲你呛死安嘛，跳倒来甲你撞嘛，啊好啊撞来，我迄阵我伫真远啊吼，我伫食便当呢，我嘛继续食啊，我啊迄无代志啦，因为即款的代志过去发生几啊摆。但是我吃那警察跟我们的人都没看，虽然我也继续吃，我跟我们法务的那个部长阿元说，我阿元你去看一下，阿元就随去了，后面的部分你就看那录影带有没有说的，所长那些警察都承认说，你说的有理啦，我们都是日本人啦，警察自己说他们都是日本人啦，既然日本人怎样，没事情了，误会一场，回去，阿元也是有点过分，一直跟那些警察说，做笔录，那警察三个，两个站在后面，两个警察，上面要给他做笔录，剩那個人又不能選，就很尷尬，他也沒辦法說他要給他做什麼筆錄，因為我們有判過書啦，兩年前在那個邦橋的地方，我們的車啦掛 USMG 啦，沒車牌啦，他也沒在怕的耶，蓋土啦，因為他有受過分，他知道論述可以跟他說啊，你中华民国要管我台湾人，请问是根据你的宪法啊？你的宪法第几条？拢讲未出来啦，拢讲未出来啦。到落尾啊，警察官嘛不爱甲伊录啊，警察官嘛感觉啊，这人真讨厌。啊，毋来去开会了，啊那倒转来讲啊，回去。啊，我那人不爱放伊耍，我还没有签字啊，就过分嘞，我感觉那遐人。那个同志哦，实在讲哦，有点过分了。啊，警察哦，不啦，那个警察官不爱插伊，叫那个警察啊，法警甲请出去。啊，两礼拜呀，收到一张叫做不起诉处分书。啊，这不起诉处分书哦，咱就分给大家人。啊，所以有人塞车 ，USMG 的车牌，高速公路给砸落来，红砸两摆拢无代志，伊就摕迄个判决书好看。你若想要？找检察官，要去法院吼，我陪你来找，我应应，看，不爱插人啦，走啦，当然我是无希望讲，咱去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咱就已经赢，何必就安尼呢？台湾民政府，我甲各位保证，100%一定会接到政权。恁家己拍手哈，免套安尼吼，未歹安就进步了。咱一定会接受政权，所以今日恁来受训，咱是受这训是受什么训？为什么要受训？美国甲咱讲，咱来训练4000名啦，因为咱要接这个政权哦，差不多要4000名，所有会当接的这高层的主管。都要经过我们的训练，除了我们这个初级班以外，还有一个高级班，你高级班你有受过训，你才会在我们的内阁，还是州内阁，还是参议院里面来担任职务，因为你没受过训，哪一天要来谈判，你嘴里跟美国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啊，比如说我见面你给他放在对 我在哪里， 我美国的地位在哪里，你还没跟他算小了呢，当时我为了台湾我牺牲这么多那些军舰这么多美国兵啊，这些还没还我呢，台湾人最坏的一点就是说明明都战败要用战胜国，你跟人说1945年8月15日投降那时候，当时你去问那些台湾人，大家也靠到尤其有读册，拢也哭个，嗨啦，战败嘛。
过一礼拜讲大家欢喜啦，伊中国甲咱骗讲，我们是战胜国，啊，看到过伊哩战胜国，你1945年的8月15号的以前，什么人轰炸台湾？你也要讲美国，但是还佫外口足侪人吼，讲日本的，你要相信吗？你唔相信，你去问，真正的计程车司机欧巴桑，欧巴桑哦。我捌伫伊啦，伫家己伫台中问个计程车司机讲阿公哦，是不是？日本啊！我甲12个博士生检讨的7个甲我讲日本啊，夭寿哦！日本轰炸台湾啊！教育啦，我爱为什么？嗯，8年抗战呢、啊？你当阵，你想看卖啊？轰炸台湾的是美国对不对？是不是？你安尼唔敢回答咩？较大声的啦，是不是？啊好，所以伫迄个时阵，美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对嘛？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啊，所以台湾人的敌人嘛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啊，你今日摕中华民国，无我对伊头壳顶。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你讲台湾人有头脑有歹无？哄骗你，飞起啊啦！啊，即马甲你讲讲的吼，反共抗日，甲你教规波，啊，即马伊甲你走去甲中国哩合流合作。是台湾人戆到即款卖白酒。啊！台湾人国伫伊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是安那体制内底选举，咱一定无法度甲挡掉，原因你敢知影？像民进党建办，咱也甲讲伊讲哦，咱叫伊讲卖去选，伊讲哦，啊，若卖去选，拢互中华民国、互国民党拢调了了啊。有咯，有安尼甲你讲有无？我问你咧，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是毋是？民进党叫啥？中华民国民进党。你讲乌白讲迄台湾人？你敢看的党章第一条，党章第一条，伊写啥？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党章第一条啦，这是蒋介石叫伊写的。所以民进党就是中华民国嘛，全世界无一种的制度，讲选举了呐，当选的人会当阁有30块通摕。你去辛辛苦苦，像我有一年，我为台北，我的户口迄当伫高雄，因为我算高雄市市长，我伫安尼千里迢迢去高雄登迄个票，有无？迄当我阁戆啊！我登迄票了30块呢，是安怎？伊当选伊有票，伊有30块好摕啊！去年609万。蔡英文摕到1.8亿，要到2亿，伊就是用这甲你钓嘛，所以大家拢舍不得不选嘛。我算计，我就有钱好摕嘛，我哪会不爱选？咱拢做推阿面的，去用欺负啊，家己阁搞不清楚了。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我甲美国讲，美国讲够有影，我去查。啊，政党有50块呢。所以台南的这边的立法委员讲有100几万人，50%的迄个政党票，安尼伊一年摕呢，每一年拢有呢，每一年有5500万给伊呢，摕4年啦。当然伊要选嘛，戆啊才是不爱选。啊，推的真正推的是啥？台湾人。你讲几波，伊摕到钱，还佫甲你出卖，到这款的台湾人啊，你也想看卖啊呢？你若想起来，你就感觉讲这么可恶嘞！你莫讲买票，蔡英文小猪有吧？伊小猪都扣2亿外呢，还佫利用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呐，你来甲支持啊！你支持来给我哦。所以
有真侪同心甲我讲哦，阮即摆拢爱看政论节目啊啦，即摆拢真清楚嘛，上你的课你啊都拢足清楚的嘛，你讲啥你就听有啊嘛。所以你伫遮上课上乖好处是啥？你为今日开始，你也要看报纸，你看得懂报纸啦。台湾已经甲说国家啥物国家等高，对不对？当然嘛不对啊，台湾当时甲人建交过。跟人登高是啥？是流氓的中华民国跟人登高啦，跟你台湾什么关系？你台湾当时有外交啦？我问你咧，台湾在一九退出联合国是几年？1972啦，1月1日啦，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啦！你台湾当时替当时交给联合国，啊，所以现在哦，这独派哦，哦，我们要去纽约，每一年拢，当年都去呢，当年都改扣钱。啊，未去纽约，我就先甲讲啊，你若回来一定讲哦，中共打压。你台湾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啊？你是免啊加入联合国啦？啊，什么叫联合国？联合国是国家甲国家，你若准是国家，你就让加入嘛。当年就扣一笔钱啊，啊，戆推就你给伊啊。我讲哦，台湾人足有钱，但是台湾人足可怜只嘛。马英九最近有打到红线，就是一国两区啊。但是是吴伯雄出来讲哦，马英九你提我啊，马英九的总统府讲没有，我们没有给他。是啊，伊去钱无，伊若准真正一国两区吼，我甲你讲，我甲你保证，美国国安局绝对就用马英九抓起来。所以马英九这个政府要消灭，五分钟就解决啊。你免去甲拍，直升机来，请你上机，我走再走就好啊。民政就执政啊，啊！但你民政府你准备好未？民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呢。啊！有人讲哦，啊！这民进党遐精英，我还咪叫做精英，遐民众遐高赛，一个都袂当赢，我不甲你骗，一个都不能用。除了讲优秀过分，啊，那无遐个人啊，要安那用啊？台湾要建国啊，你是要安那建国啦？你这个土地伫马关条约挂号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是因为即马战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暂时袂当表示意见，尔呢？还阁是人个呢？大家各位，你拢有租厝？你的租厝你无去住，但是权利还阁是你的，对不对？没有错啊，你这这简单的代你都听有啊，现在台湾你听无？你的租厝，你租一厝你无去住，这间租厝是你的，你先租给人去住，权利还阁是你呢？那税金无缴是找你呢？很简单啊。台湾这个土地还是日本天皇的土地，美国跟我们说，你台湾民政府开始要筹备，要去想说你后摆你台湾的前途你要怎么走，我要怎么走很简单，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挖美国，我要挖日本，我要离开中国较远诶，咱诶基地拢做美军，爱摕租金呢？中华民国即卖伫用咱诶基地，有甲咱付租金无？无呢？啊，大家拢叫是讲应当诶呢？美国人伊诶军队、伊诶空军去用夏威夷，伊当年付足侪钱，几百亿的钱给夏威夷的政府。夏威夷的第一收入是啥？租金呢？
不是观光呢。今日台湾同款，做台湾民政府有几个政策：第一，台湾人唔免做兵啦。台湾人唔免做兵，马英九开始咧做，这是安怎？是咱民政府改革的呢？2006年开始改革呢，搞到即马，我和你占领，你美国占领我，我同意，我想爱做兵。做兵的意义，讲做兵的人要效忠谁？爱效忠什么人啊？当兵的意义，就是你那个国家的国民，你才有当兵的资格，你知不知道？啊，那不是啊，就是义勇军呢。所以啊，咱唔免做兵。即摆美国已经甲中华民国讲，不可以和台湾人服兵役。美国去打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人去做兵？无啊。美国打琉球，敢有叫琉球人去做兵？无啊。是啊，独独你美国叫中华民国叫我去做兵，唔免做兵啦。中华民国也不用买武器，中华民国的武器是占领军自己要存的。我跟你说，美国现在真怕，我们是怕这个。我民政府如果执政，美国你给我坐下来，你从开始到现在你给我拿多少军费去？中华民国自己买我台湾人留的钱呢？那都要退行呢？灌区、眷区啊，什么叫眷区？难民营啊！中华民国是流亡在台湾呢。蔡英文有讲你记无？安尼讲的时候，吼，大家欢喜个。咱三四年前，咱就讲啊，迄阵也无人敢插啊。啊，蔡英文就讲，哦，大家对啊。你若讲是难民啊，所以你爱老啊，大个所在叫做难民营诶，什么眷区？现在东阿修修等啊，西藏流亡政府伫印度住的厝，拢爱付租金呢。咱这占民营有付租金无？无付不要紧，吼，佫起到有够水，几年就甲换。所以今日捡二转拢是台湾人啦，伫公园伫饲狗饲猪的，拢是遐猪啊。中国人，你敢要看到中国人在捡鱼爪？无呢，食到足人嘛去中国挑下联帽呢，啊，翘起咱就搁甲饲，继续甲饲呢，凉半身呢。所以中国的查某来这里捡老鹅啊，这个四碗，那个啊，报纸嘛有啊，一个人拢收五六个，捡尸大队。愈捡愈好呀，可怜的台湾人呢。我讲的拢是事实。台湾人若破病，即马迄经济已经予足济人迄立迄健保立袂起啊。老咯，敢你立健保？无呢？伊若破病，就去荣总呢，荣总拢便便伫等伊呢。你袂感觉讲？足不平的吗？你袂感觉讲足恶作的吗？咱足恶作的，我甲你讲，真正足恶作的。台湾人袂团结，无要紧，你袂团结无要紧。但是我方法给你嘛，我若要叫你卖邓票吼，吼夭寿啊！卖邓票，敢那爱你的命呢？其实台湾人若学迄个波罗的海的三小国，和苏联占领，伊拒绝选举。投票率20%而已，全世界站出来说那不尊省，人家民政府自己办选举99%还有尊省。美国给我们设计台湾民政府的选举，参议院免选，台湾民政府直接任命，但是众议员你台湾人爱选嘛，让他去选，但是我们的参议员免选。所以头前的九年，
咱的计划是免选。所以有人讲哦，啊，你台湾民众无民主啦，无投票啦，我跟你讲哦，这是陷阱啊！你知影建国党头拄啊，咱的副主席甲咱讲，建国党老板来花去，民进党迄当阵一摆加入1000个啦，拿着党费120万，马上开现金票给你。过一个月，连续重选，建国党死。我嘛是建国党的，我到今日还阁是国青委员。但是民进党迄个建国党翘起啊！这个，甲创翘的是啥物人？唔是国民党的，是民进党创的。美国看真清楚啦，你台湾民政府免选，我还阁军事政府伫管理。军政，你捌读过军政、训政、甲宪政有啊？军政哪有在选举？听美国命令就好嘛，咱现在听美国命令就好嘛。啊，美国人，咱若听了不够，会怎样？甲过啊！咱嘛听，头脑真好呢。咱若不够，咱就甲过。啊，所以伊嘛爱来甲咱讲的，即嘛所有单位拢来甲咱讲啊。国务院伤臭屁，我就甲你过。你国防部伤臭屁，我甲你过。啊，真正甲过呢，我毋是假的呢。所以美国讲吼，这个 Raj 足爱过诶，啊，我若过无紧啊，我过我个讨钱啊，因为我也无钱啊，啊，你甲我占领，你免花钱吗？爱无？爱啊！所以吼，我认为台湾的地位哦，爱用头脑。所以我咧鼓励讲吼，我感觉今日即期诶吼，真侪头脑拢真好。拢有看咱的网站的，咱需要这人啊！恁来受训了后，恁这名单我拢会给各州的州长。啊，恁也较接联络的啦。恁不能讲我坐在厝里等，啊，天就会拨落来。不是，你要主动去跟你的州长、你的副州长联络。啊，若伫州内底，你爱自我推荐你家己。啊，我做即个也做财务，我足内行的，我来斗看。我来做参议员真好，你来斗用。所谓的职务是爱靠你家己的嘴。伫军事政府的管辖下，是没有投票的啦。啊，若要投票哦，我甲你保证，台湾民进党明仔就无影啦。民进党过一摆，甲你加入2000个啊，你就拗住去啦，歹势，你加入10000个嘛无效。所以你讲，咱要坐后半真简单嘛，钱简单啊，哪有困难？哪有一点点都没有困难？咱也是人才啊。我希望讲哦，咱除了上课以外啊。每一期的上课，尤其是礼拜，爱来，当然爱交一寡钱啦，食饭钱啦。但是恁会当接受到咱遮的主管，啊，你家己会知影真侪新的 news。因为礼拜的下晡时的第一节课是我的课，我拢会迄天会甲各位讲最近的变化是啥物物件，啊，上新的进度，像可比讲。美国已经让我们去申请旅行证件，3月23日我们这个旅行证件的文已经送出来了，总共有5个，就是州长、副州长和中央内阁，我们已经送出来了。当然你会说，我们怎么没机会？你有机会啦，那50个如果都拿到，大家都过了。公民权利法案咱伫写诶时阵啊，用超1个月，头一摆写好，互美国，24小时就无，伊就甲你拍倒转来。恁哩空个歹，后者讲所有诶人流亡伫台湾诶人啊，建立第一时间就变做台湾人。No， 公民权利法案，恁会当去看，咱有合理，就是要将中国人甲台湾人切开，谁人台湾也袂当公投。
为什么？为什么？两种人嘛，台湾这块土地顶上两种人嘛，一种是本土台湾人，一种是中国人嘛，流亡在台湾嘛。啊，这两种人拢在台湾是变哪投票啦？美国真干巧呢，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什么人，你知无？用英文来讲是什么人 ？The people on Taiwan。啊，即马一下推阿面呢，就讲哦，台湾干的话是保护台湾呐、啊，看到鬼。台湾管理法是保护流亡的中国人啦、啊，不是保护咱啦。保护咱是啥物物件 ？The People of Taiwan， 旧金山和平条约啦。我甲你讲，即马一挂统派，一挂独派，都开甲你讲哦，台湾关系吧，哪讲台湾关系啊？要维持下去，要保护下去，遐人拢是中国人。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拢是台湾管理法，是你保护遐中国人诶，遐死阿人啊，走来台湾诶。所以呐，你伫外口若听着讲吼，要维护台湾关系法，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遐人是绝对是中国人，去保护因家己诶。啊，那台湾人爱啥？坚持旧金山和平条约。咱过美国2006年十月二十的时阵，伫高等法院啊，法官就甲咱讲啊。法官安怎讲？你认为甲迄个国务院迄人讲啊，迄、那个律师讲啊，你以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没有效了吗？我告诉你，仍然有效。你袂当用台湾跟你管理法，甲迄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啊，来取代旧金山和平条约。你袂当讲你的议员有收到红包，所以你个支持台湾关系法啦。会记咧，伫网顶，若有人伫支持台湾关系法，迄种的绝对是尿白，绝对是死中国啊！我甲你保证，一寡无读册，还是中国人弄的，安尼甲你讲啊。哦，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人，看得贵咧。保护台湾人，迄是台，迄款台湾人，什么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啊！啊，你有清楚不？所以台湾关系法不是保护本土台湾人啊，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保护本土台湾人啊。所以恁今日上课啊，我相信恁会得到足侪物件。当然。这个里面他刚才有跟你说，新台湾论是我唯一拜托各位你一定要买，你不能上两节课说哇我已经很老了，还早呢。新台湾论你买以外，咱的官网顶端，我两天三天，我会针对局势的发展，都会写文章。有很多文章你会感觉说、这都没看过，没错，因为美国国安单位会提供机密文件给我，所以有当时我们会遇到瓶颈啊，他机密文件就漏给你，让你知道。因为过去你看我们台湾人在他中华民国的里面都不爱让我们去做外交官，你会注意吧？那外交官拢是因遐死中国啊，伊不爱予你台湾人做呢，唔是你台湾人无巧啊，伊不爱予你机会。所以你甲看，达赖喇嘛伫明仔载要伫美国和咱个驻美代表、咱个副主席见面，你有欢喜无？差不多。半个月，差半年前就安排啊。我会当甲各位讲，王山书记十个月以前，毛派代表来甲咱讲，民意人士常常派人来甲咱讲，因看有啊，是你外口遐台湾人看无啦，遐台湾人，即摆外口遮台湾人还甲你讲。啊！这政府都好好，啊！你是你创啥？你要共人变个倒？
即马即个政府啊，马英九即个政府，所有的部长70%-80%拢是中国人。你甲算嘛？对一个毋是中国人，即马的行政院长陈冲中国人，对一个毋是啦，你甲我讲啦。啊，若是中国人，拢是嘴仔面的，才会去做啦。迄饭桶啊，你做伊的糟糕啦。媒体70%-80%拢是中国人，台湾人若生了较水的少年的查甫的查某啊，伊无爱甲你用啦。伊若要用你，绝对你生了无好诶。做查某囡仔啦，啊做歹人啦，拢是你台湾人的权利啦。安尼无形之中吼，台湾人家己内心内底自卑嘛，你的自卑嘛。讲一个代志，互你听，你会错一条啦。顶礼拜我看到电视讲，印尼航空公司伫台湾要招考会晓讲台语的少年的查某囡仔做空中小姐啦，要招考20几位啦，录取几个？零啊，一个无啦，不要讲台语啦，看到会哭呢。真正看到会哭呢，所以咱的任务真沉重呢。所以我尽量伫上课，我拢用台语。当然，咱台湾民警有一个好处，虽然1800个，即马超过600拢是少年啊。咱去机场去接遐人的时阵啊，咱拢穿制服。我有听到。遐阿人也好，遐伫遐咧食饭的人啊，讲夭壽哦，这个团体都有年轻人呢。你啊看咱现主席在独派遐个组织拢安那，老伙啊，老人会啊，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咱这个组织，你唔相信？4月27日，星期五。在时9:10，咱要去日本交流协会；11点，咱要去美国交在台协会。这边咱要出200个就好啊，但是一定要穿制服、戴帽啊。每一摆咱去 AIT 去日本交流协会，因出来拢是主管出来的。啊，那遐独派你甲看，迄 AIT 吼，拢门卫出来接呢，独独都唔敢，对咱唔敢。因为安怎，你若无甲我出来，我就甲你告。我来讲，咱这边要甲讲啥呢？甲日本交流协会甲讲，日本天皇的诏书到今日为止，伫台湾是不是有效？当然啦，几个月以前因来讲啊，口头讲有效啦，白纸甲写乌字。日本交流协会已经承认咱是台湾民政府，所以伊回批拢写台湾民政府。美国甲咱回批嘛写台湾民政府，嘴无讲，但是批纸拢甲你承认啊。甲美国 AIT 要讲啥？我台湾人要申请旅行证件，可不可以？当然已经叫咱去申请啊，但是你无白纸乌字啊。我要讲，你讲我白纸乌，甲写清楚写出来。这是咱今年，咱逐年拢有去啦。啊，咱去的时阵，第一拢啥，先送花，甲人拢无共款啦。毋是先礼后兵啦。安怎讲先礼后兵？咱先送花是啥？拜托个啊，我是互你占领。虽然我互你占领，我的权利还佫伫咧呢。你爱。遵照战争法的原则，爱予我台湾，你有看无？这是伫啊，这是 AIT 啦，啊，这是日本交流协会啦。咱每一摆去日本交流协会去 AIT 啊，我希望讲各位吼，迄天我来当，你若有闲啦，27号啦。但是27号
咱去 AIT 以后啊，一人分一个便当，然后呢，要用为迄个所在啊，坐电车倒转来。咱有出动六架的电车啦，沿路一日，徛伫电车顶悬吼，啊，大家挥挥手。咱去刚去南口吼，遐人拢惊着呢，啊，有这款的组织咯。我们都不知道，这好这好这好。我跟你说，我们这六架的战车现在开始做全台湾射下去，那个 A4 的那个简介给分下去，我现在已经分给你了，你如果要拿回去分，我可以给你给分下去。我跟你说，中华民国变了啦，不要跟我骗说他们多用啦，因为那个台湾人是现在因为不知道，记载一片。你若知影讲你后壁是美国的时阵，你会惊吗？我会当个故意讲一个秘密给你听。我问过400的 CIA，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会对我台湾民政府安怎无？400拢同款，伊讲我甲你保证，因有召会中华民国当局。中华民国当局是接受美国军事府的管制，对台湾民政府决定无要用武力，是用法律的这个团体，一个都不准给我乱动。这熟悉的呢，咱上课以外 ，CIA 嘛照常派来上课啊，所以咱去上课。一点马虎我们都不敢，拢照规矩来。台湾民政府要执政，但是咱准备好未？啊，未啦，咱无够人啊。我希望在座这个人，当然你们我袂介绍哈，啊，小敬咧 ，of 台湾无唔对，啊，小敬咧。啊，敬什么呢？对台湾这块土地有爱心，啊，知影台湾的地位的人，啊，有人甲我讲，啊，阮唔会使是中国话来会使无？会使哩，但是伊若摕身份证的时阵，敢让摕到居民啊？啊，若先过咱身份呢，也较早摕到咱的公民啊。咱嘛是有迄、那个叫公民权利法，有一个条件可以啊，我们没有排斥啊。咱无甲排斥啊，但是你爱照规矩来啊。台湾民政府在做官的，绝对是咱的本土台湾人，绝对袂当中国人。你中国人即摆是安尼要做我台湾民政府的什么官啦？伊都毋是台湾人，是要做什么官啦？你都爱袂规划，你要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先规划，然后。咱家一旦会变做台湾公民，啊，那不是台湾公民，都袂当做台湾的行政官员呐。好清楚无？非常的清楚。因为咱在座各位伫今日下晡，我伫甲恁讲话时，我有知影讲，哎，差不多大家拢才好知影咱这个论述，所以我今日甲咱上课的部分，才会讲予伊。较紧、较深，一声就甲恁跳到台湾的地位。后日上课时阵，我就会开始来讲一些法律啊，照做一个条约，安尼来规定落来，一步一步。啊，你若问题，你拢会当来问。因为咱像这个时阵来，你受训，他们讲啊，很好啦，因为天气真好。你知影，咱是拢无休困的。两礼拜一期，两礼拜一期，拢无休困哦。你们人看这28期，这28期你也会记，你是28期的。原住民有6期，大学生是4期，加起来38期。咱若拄着寒天吼，6度尔呢，我是第一期的啦。你若知影呢，咱这干部吼，虽然坐伫遮吼，照常交钱呢。恁交6000，阮交3000呢，阮无甲大家白吃呢。因为这栋
头家是予咱滴用无毋对啦，但是恁所交的遮个钱，拢是头家伊滴运用。所以咱想讲后壁即马滴去迄个军事，毋是军事训练啦，直升机，嘿，拢是头家伊来用的嘛。啊，后壁搁一个三层楼的，一个搁较大间的教室，啊，180个。迄、那个通铺的迄个眠床，迄种头家伊伫甲咱用的呢。所以有个人唔通讲哇，啊那交遮侪钱啊，啊头家叹气，头家了死的。啊，咱国家要求讲后壁阁起一个500个人会当做伙食饭的一个餐厅。迄、那个餐厅若好的时阵，头前迄、那个不管来即个餐厅哦，要变作电子图书馆啦。哦，大家拢会当来用，后壁有七家的土地，你毋知知无？恁吼、哦，明仔载去透早较早起来去顶馆去运动啊。顶馆吼，啊，你会当去行行行，还不错呢。我若来的时阵吼，我早些有当落遐行行，去踅一下，还不错啦。所以，从这个所在啊，当作咱大家的厝。民政府执政，这个所在嘛，照常也是咱的训练中心啦。哦，啊，今日呢，我的两点钟久呢，上课到这个所在，下骹等下吼有点心，吼会当伫楼骹食点心。啊，今日上课上到这个所在为止，啊，我阁讲一摆，恁应该爱买迄本册《新台湾论》，摕回去家己爱看。你唔通买电脑啊，放喺客厅，讲真大本，真好看，爱去读啦，好无？好来，多谢各位，谢谢。加吉力，加力，下课。